兄弟们不要慌啊，先吃个狼子提提神。今天又星期四了，自媒体又发工资了，不要慌，一点都不要慌。现在的时间是晚上7:26了，我准备把自媒体的工资提出来。我这个号是从去年5月开始开的，这个号将近有1.5年的时间，但我不是每天都更新视频，这1.5年来经常断更视频。经常断更视频是因为收益很少，收益非常的少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星期能提多少啊？这个就是我的账号，能提253块。现在的时间7:39啊，点击提现，扣税金额000啊，不扣税的，点击确认，点击确认提现，提现成功了，已经到账了，点击完成啊。250块钱一天算下来的话40块都不到。去年还好，去年每个礼拜的话有个1800块，今年的话收益越来越低，所以我也经常断更视频。今年下来也没拍几个视频啊，一天下来拍中视频饭钱都不够，视频要剪辑要上传，其实也挺费时间的，一顿操作下来最多吃2个猪脚饭，所以我今年也很少拍视频。刚刚从外面也吃够饭回来了，回来我姐又跟我说搞几个鸡蛋补一下，因为我身体虚嘛，这个大家都知道的。准备了2个鸡蛋，2个够不够吃啊？我不吃了，我吃饱了。够吃啊，2个够了。这个鸡蛋熟了，嗯，好香啊！吃个鸡蛋补一下，拌一下。好烫。